呢，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呢？大家来抽个题目，这叫做真心话大冒险。我首先呢，我们要请池珍熙啦，来来来来来，抽一个。哎，哎，他抽到的哦，是什么呢？来看得懂吗？以下哪一个男女明星是你的理想情人类型？为什么？哈哈，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些呢都是我们台湾非常厉害的女艺人哦。有没有哪一个是你非常喜欢的理想情人类型？哇，这个是小 S、 李玉芬、林志玲、杨丞琳、瑶瑶还有蔡依林，这些都非常的红，你哪一个是最喜欢的类型？啊，为什么？화려하게아니화려하게했지만이안에있는모습보다는반대되는모습이있어서아那你会喜欢他吗？아자네는별로좋은편아니에요这不是你的类型吗？你在很多年前来台湾的时候啊，曾经给他采访过，你记得吗？是瘦了吗？哦，他变漂亮是真的。哦，那这一位呢？他是胸部很丰满，身材非常的好，这种你喜欢吗？那你认识他吗？蔡依林，这是我们台湾的天后，你认识他？不喜欢这一类型，所以你最后选择了还是他，还是他？哇，那很厉害，因为他很年轻。好，那。